主料：小南瓜400克，花生肥肠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、米酒、卤汁、蒜头、大蒜、红椒、香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蒜头切碎，大蒜切断，红椒切细，香菜切断，小南瓜去皮，切成丝。这是熟的花生肥肠，热油炒香蒜粒、花生肥肠，倒入小南瓜丝，大火翻炒，加入红椒，淋入生抽、米酒炒匀，加入一小勺的盐炒至入味，加入香菜和大蒜炒香即可。这样一个冬天，吃上热乎乎的饭菜，真香呢。烹饪技巧：清洗猪大肠时，在水中加些食醋和一汤匙明矾，搓揉几遍，再用清水冲洗数次，即可使其清洗干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